Wyoming State Capital 怀俄明州首府夏安 Rev. Dr. Pointley 李宝林牧师首创披麻蒙灰悔改认罪悔改的圣经真理课披麻蒙灰教会基督超自然学校现在我们进入了 Wyoming夏安的恰曼我们在恰安这边祷告主耶稣啊求你来祝福恰安祝福这块地主啊让这里的居民能够认识耶和华神在这里能够认识耶和华神主耶稣啊让我们在这里 临到你的荣耀你的灵等的荣耀临到我们身上你的荣耀临到我们这边的哦，这边还有个教会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愿你的荣耀降临主啊愿你的荣耀降临沙巴巴黑咕咕虚哥哥沙巴哥虚哥哥沙巴哥虚哥哥沙所以说我们来感谢你这个人心比较朴素哦。主啊怀欧米是一个人心朴素的地方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所以说我们来感谢你所以说我们来感谢你到了到了看到了吗 Capital Capital Capital有一个金色的顶 Capital Capital 已经到了哈 Wyoming 感谢主感谢主神奇啊神奇啊我去哪里 Parking 在这里在这里好找到了他来了来了 Capital
看，那看不到。夏安，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李宝林牧师。现在我是在这个Wyoming， 后面就是Capitol。主啊，我们来到这里向你来祷告，我们希望神大大的祝福 Wyoming 这个Capitol， 夏安 Capitol。主啊，我们来感谢，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饮食。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为 Wyoming 怀俄明州首府 Cheyenne 下安 Wyoming State Capitol， 2024年4月13日至14日 Rev. Dr. Polly Lee 李宝林牧师走岛，开车2天，加油费加租车加保险$1,050，住宿$230，餐费$250，总共$1,530，全由基督超自然学校付费。为美国走岛50周，推动各州走岛计划，欢迎您爱心支持与奉献。PayPal A265735@yahoo.com.tw， 受款人银行名称 Chase Bank， 行银地址27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美国学校银行账号户头 Jesus Supernatural School， 受款人账号 Account Number 71716109， Swift Code Chases 33， Routing Number 32227-1627， Wire Transfer 02100021，主仆 Rev. D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美国电话加19513779383 ，email pauline8888@ol.com， line Lee Pauline 微信 pauline8888， 披麻蒙灰教会 Repent Sackcloth Church 网址 repentsackcloth.org。